早晨啊，你陈早晨，早晨咁多位啊，系啊，今朝唔知点解咧，梗系想我都要唱歌，低把声想讲嘢，点解啊？点解？惊吵醒人啊？可能大声就吵醒人，我惊可能因为咧，因为翻嚟嘅时候咧，今朝系可以讲到系。比平常更加空洞嗰條路，係啊，空洞得好緊要啊，係啊，即係行人都好少啦。咁樣做咗好似嘅感覺咧，真係好似咧，即係譬如咧，舉行啲大型嘅活動之後嘅場地咁樣啊，或者係年初一啊，即係年宵市場完咗之後，嗰個遺跡咁樣咧，就兩個人企喺度，叮噹咁講，叮叮噹噹，兩個人咁樣，但係都要照常做嘢嘅。OK， 咁啊，今日做咗究竟有啲新聞值咧，我哋提供向負面啊，係咩？係啊，真係啊，係咩？我反而覺得係即係啲積存嘅貨，即係嗱，始終大家都要放假嘅，咁啊，報咗一啲即係 daily 上面一啲發生嘅嘢咧，咁啊，其他啲咧可能係積存啲貨，喂，直頭係啊，呢個擺到，呢個擺到，咁啊，跟住今朝仲見到，因為時間好薄啊，個報紙啊，咁樣，仲有好多係聖誕 party 影翻翻嚟嘅相咧，真係。系咯，五六日之前噶啦，佢仲影出嚟，系啊，呢个油浮啊嘛，你要知道，系喂。好啦，咁有咩资料要同大家讲？先讲下实际单先噶啦，呢单其实我唔系好明嘅，点解咧？嗱，我话俾你知，呢条就系。咁死啦！如果你唔明嘅话，讲出嚟我都冇人明喎，基本上系。嗱，睇下你明唔明啊？我唔明啊，一定。皇帝的新衣啊，你睇唔睇到啊？咁样。明啊，明啊。呢度咧，法新社伦敦一日电飞过嚟嘅料啦，呢个系，就系讲话呢一个英国政府咧。发表咗份档案啊，系透露30年前嘅一件事嘅，系30年前咧喺莫斯科动物园咧就有只雄性嘅熊猫啦，吓叫做安安啊，安安咁啊，一定系 double 名嘅，一定系安安乌只只 v v 乌乌咁样啦，咁啊另外咧就英国咧有只熊猫，就系中国送俾嚟叫支持啊，嗯，咁啊荔枝，继续又黑又白嘅，点解系继续咁咧就基本上咧。嗰陣時，倫敦動物園咧就宣布啊，因為芝治咧啊有意春情發動啊，係咁話咧世界各地咁咪要揾雄性嘅熊貓配種啦，咁但係啊，因為呢一個政治上嘅問題咧，咁就本來想揾莫斯科係嗰只安安同佢交配嘅，係咁即係熊貓都要申請嗰個政治庇護嗰啲啊，好大件事，要啊仲要申請，因為政治唔能夠交配係啦，呢大件事好慘啊，拖咗好耐嚇，咁啊就表示咧，因為事可能係加劇中蘇啊爭執啊，為咗熊貓嚇，為一隻熊貓交配。哇！你有冇搞錯？你熊貓咁樣講到熊貓咁樣咧，就搞咗好耐呢單嘢。咁啊，卒之咧搞咗好耐之後咧，嗱呢度就奇怪，佢就呢一度即係唔可以成家立室啦。因為佢呢度話英國外相啊，最後都批支持咧去莫斯科同安安邂逅，邂逅啫。係啊，喂，大家識個 hello 啊，揮下手啊。唔知咧，因為大家唔即係未好少睇到熊貓啊。都唔知熊貓即係點樣啊？即係我意思嗰啲行為啊，我知點樣。一定係聽我笑話。唔係咩色啊？唔係你聽我講埋啊！呢個一定知啊！即係話佢嗰個講話就熊貓即係春心動啦。係啊係啊。咁佢會點樣？即係有咩表現咧？即係嗱嗰啲孔雀咪會曬開啲屏啊！即係貓會擺尾刮刮地啊，刮刮刮啲狗會咁樣叫啊！熊貓係點？熊貓好似係咁攞啲竹嚟拍啊！我要喂嘈曬佢哋講嘢。喂，大佬唔該，快啲，我要揾個支持或者妹妹咁樣啊！佢哋好似揾個 pat pat 咧，唔知咁擦係啊，係啊，真㗎，咁樣，好似係我睇過啲低級度都可以見到呢啲情形啊，見到擦咁。咁有關人士咧就可以即係留意下呢方面。有邊個擦咧就咁你可以睇睇啊，你揾莫斯科啦就咁啦。結果即係去到嗰邊邂逅咁點樣咧？有冇生到先？有冇見到分先？即係經過蜜月期啊，咁啊安安去到期啊，繼續同埋安安到倫敦又同阿芝治去。say hello 啦，即係支持去完莫斯科咧，都安安去倫敦啦，係咩？係啊，即係咧，大家都要交少一輪啊嘛，咁就係要聞清大家啲味嗰只咧，咁但係咧 ，sorry， 唔啱數，生唔到仔出嚟，係咩？係啊，嚇點解咧？嚇佢呢度冇講，因為好攤薄呢一段，但係真係，因為第一咧，佢就30年前咧，30年後先講啦，咁佢呢度話係真係好離奇喎，點解30年後今日先至攞翻出嚟講咧？係咯。咁好明顯啲，係咪今日啲報紙料唔夠，就抄30年前嘅出嚟講咧？係咪英國外相即係30年後先批咧？咁樣30年後先批，咁死咗大佬，仲有一陣嘅。喂，新年來，唔好講埋呢啲。唔好講啲咩啊？喂，好得嘅，好。呢單係第一單啦，即係交配不成啊！三大害啊，可以講得係。三大害啊？就係咁啦。
啫，就係咁啦。好啦，第二單咧，呢單好簡短嘅啫。咁只不過因為睇咗幾隻字，覺得哇幾正啊！呢幾隻字咁樣。嗱，你即係大除正晚咧，咪學去即係維基做神秘嘉賓嘅一個好唔神秘嘅神秘嘉賓咁樣。哎呀，大家都唔知嘅啫。係咁話説咧，佢本來咧就喺維園咧就擔任呢個神秘嘉賓啊。不過咧，學友當時咧六點零鐘到達現場嘅時間咧，突然間有個阿 Sir 走埋嚟。係啊，我係沙展一二三四五四啊。我而家咧就宣布咧取消你嗰個環節啦。你今晚唔使嚟唱歌啦。係係係。學友好緊張，咩事啊？點解取消啊？咁樣原因咧，我擔心咧歌迷太瘋狂，會造成一個混亂啦。希望你唔好唱啦，你快啲翻屋企先啦，我哋唔想聽你唱歌咁。咁我就話：唔好，我大佬大住正，我去邊啊？我明明 book 咗期喺呢度唱歌，咁我梗係去邊度玩先啦？卡拉 OK 喺度唱噶嘛，真係。咁啊，跟住咧，學友咧就表示啊，佢話咧對於取消演出咧感到很失望啊，即係哎呀死啦，真係咁。當時好失望，未知收尾可以有得唱翻。佢咧仲話咧，佢話指咧佢嘅歌迷咧屬於理智嘅，大家知咧，即係學友歌迷唔會即係比較斯文嗰只啦，係啦，比較斯文即係唔會擁冧場嗰只噶，佢唔會太瘋狂。佢懷疑警方咧喺呢樣嘢患咗個病叫做神經過敏啊，話佢哋。一射字見到啲咩就神經過敏啊咁樣，但佢都明白咧，一旦有意外發生咧，就擔當唔起，無奈地咧就接受警方嘅決定。咁但係呢條奇啦，我想問阿光仔，呢條話警方決定接受咗，但係嗰晚係聽到學友唱噶嘛？大家都播 video， 播 video 嘅，係啊，哦，即及後，你呢度有冇及後噶？冇啊，呢度我呢邊有及後噶。哦，原來係咁樣噶。我接棒啊，不如好嘛？你接棒。但係呢度咧，及後咧就係棒 keep 執。喂，叔叔啊，点啊？系啊，新年快乐！及后点啊？及后咧就因为播 video 啦，咁就呢个系神秘嘉宾，大家知道系学友嚟噶啦。咁及后咧，任何一位歌手上台咧，大家都系好鼓噪咁啊！我哋学友，学友，你知啊？呢度寫噶嘛？係、哦、啊，咁樣係啊。啊，呢單我值得填。呢第一條係話不在此言啊，定收。仲有嘢講，仲有嘢講，可唔可以去咗廣告之後先咧？唔想，唔想，唔需要啊。剩翻點啊，文仔？剩一分啊。咁就覺得學友學友，但係現場睇嘅，即係我喺電視睇覺得幾好睇喎，真係。反而啲歌迷仲仰首笑都喺度做人，我仲好高興啊！真係睇唔到，原來喺電視嘅魔術就係咁啊，睇唔到另外一面。係呀，執過曬 key 過曬人上去㗎啦，仲值得填呢一單大除夕大騙案咧？呢單嘢叫做係啊，仲有火警添啊！佢呢度係嘛？咁呢火警係小事嚟嘅，唔使講係嘛？係啊，但係其在咧，佢哋明知嗰陣條龍頭噴火啦，但係佢仲係用發泡膠嚟做。我知呢單，反而睇電視睇到。呢一方面咧，覺得好奇怪啊！好，十點鐘之後咧，就繼續咧，就補充埋呢一單大騙、okay. 大騙案。好啦，先前咧上半場我哋講咗嗰一單大除夕嘅小騙案，冇大騙案啦。咁跟住咧應該有咩補充咧？就因為火燒龍頭啊，係嘛？火燒龍頭咧，不過其實係好事嚟嘅，我覺得火燒皇帝係咪？究竟補充係乜嘢咧？阿蓮，得噶啦，你得噶啦，我得啦，我當埋對眼俾我跳閪嘢，真係啊！你得。咁咧就頭先就講到係佢個龍頭着火啦。係，其實我都見到，因為見到即係如果睇電視見到歌手，大家望住曬左邊啦，唔係應該係望住曬佢哋嘅右邊，我哋嘅左邊。係係。即係電視嗰幕嘅左邊右咧就著白衫黑褲嘅。係啦，右邊左咧就係冇錯，係呢個男話嚟嘅。係，繼續。對今次邊隊啊？咁咪對胡紅嘅都係，下邊對胡紅。咁咧就講到就係個龍頭着火啦。咁咧就，但係好快咧，啲保安人員啊，就喺小撮時間咧，就已經將佢哋啊救熄啦。兩分鐘咁多，兩分鐘，兩分鐘，exactly 一人攤住嘅嗰度當時係。咁但係我見到嗰啲人咧，見到個火就終於熄咗之後咧，嗰啲歌手好嘅。倒数咁样，反而精彩，倒数，反而仲好睇过。哇！等到啦，我哋咁啊就，但系咧就话，大家保持镇定啦，当然系，当然系啦。放火系我哋有可能系咁啊，预先知噶啦。又点解有啲口痕友就话，切，佢哋梗系啦，呢样啊取消咗，嗰样啊冇咗，咁样咁计就系光火咯。嚟到整慶個場去咯，冇嘢㗎呢啲咁樣嘅嘢。真係，佢呢有人聲稱，有人聲稱行過嗰啲位，好痕有，係啦，好痕有，好痕兩交緊，又拗又講阿叔嗰啲咁樣咧，坐喺啲板凳嗰度咧，係啊係啊，交大腳咁樣，即係城市論壇嗰啲。咁咁咧就話，咁呢個當事人咧就話都
幾唔好意思啦，對啲歌星咁就自意萬二分嘅協議啦，就因為佢哋無端被 hurt 啦，同埋有意外啊，即係咁咧火燒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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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就原因咧，學友點解？因為佢話學友越嚟受歡迎啦，咁咧就驚怕啲fans 咧越嚟越鼓噪啦。其實又唔會喎，反而你唔嚟仲鼓噪，我覺得。係。即係佢原先係驚佢嚟嘅時候話啲歌迷會太興奮，令到混亂啊嘛。咁但係佢唔嚟，反而仲混亂喎。咁啊，依家就即係有見及此啦。咁下年有關當局咧就唔好搞啲神秘嘉賓嗰啲嘢啦，嚇！真係唔好搞。佢呢度話咧有個槍戰嘅，當晚應該係。係咩？係啊，佢呢度話咧有關取消啊，槍戰及學友演出啦。槍戰咧，佢呢度冇講明話係咩槍戰，有咩？有咩？有啊，有啊，有啊，嗰陣話有，係嘅，咁係真㗎啦。係咩？係啊，係啊。但佢冇咁嘅槍戰，可能係嗰啲射顏色波嗰啲乒波嗰啲咧，打到成身啊！咁啊，呢單係幾值得今日填喎，真係。我覺得幾值得今日填。咁我哋講埋一啲我預先咗嗰啲啦，咁但係都要講一講嘅。咁每一年咧到呢啲日子，有好多即係預言嘅，預言家一定會走出嚟。今年咧，九五年，我覺得咧。巴西咧一定會射一球，馬拉多納會退出樂壇，即係嗰啲咁嘅嘢咧會講噶嘛，一定會。咁啊，今次嘅原家係點樣咧？睇下仲啊，仲記得前年係嘛？邊個國家先？係有邊個國家好重要？一個突然間有個巫婆嚟香港咁樣，我覺得咧鄭伊健就得啦，黎明咧就即係咁講埋啲咁嘅嘢啦，即係咁。咁今次呢一個咧就發生喺巴黎法新社咧，就一日電裏面提供嘅消息。咁啊，全球各地原家咧都走曬出嚟啦，九年第一日，個都完啦，做生意啊嘛，要生意啊，真係出書嘅可以。係啊，啲人會賣，就成年噶啦。咁跟住咧，咁啊預測九五年咧，將會有一啲咧教人興奮嘅事件發生啊！咁啊話咧，就係話，例如咧，英國儲妃戴安娜咧會再度沐浴愛河。咁呢個我諗相信都應該大家知啦，係啦嚇。咁啊，佢話咧，就另外咧，巴解領袖阿拉法咧就會生仔，同埋可能咧對抗艾滋病嘅疫苗咧就會出現，即係咁樣。咁啊呢啲即係受夠嗰個都會接種嘅。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知。都幾容易接種呢啲嘢咁啊！咁啊令到無數即係飽受呢個世紀絕症折磨嘅受害人咧得以重獲新生。咁當然咧，有幸有不幸嘅話，咁啊預言家咧估計咧，今年全球社會係動盪不休，意大利咧就會有洪水，美國就會颱風同埋地震侵襲。呢個講好耐，而家美國咧就好似係温哥華，應該係嗰個地方美國嘅北部，唔係你講邊度先？啊，有個美國地方佢會冧橋嘅地震咧，如果冧咧就好大件事。嘿，年年都咁講嘅咩？佢哋我就想話年年咁講啊，已經講好多年噶啦，都已經，但係即係大家好驚話，如果冧咧，成個地方就會冇曬噶嘛。係啊，真係好幸運咧，係佢係錯嘅啦。蘇花都係錯㗎喎，蘇花係都係錯，蘇花都係係到你嘅未準嚇，未準嚇咁樣，咁亦都係各國會受到酸雨為患㗎嘛。呢個預言家會講，咁啊埃及嘅預言家咧就係哈格。預測呢我做咗撥一聲嘅阿尼你好啊唔係我撥一聲嘅咁呢個埃及嘅預言家呢哈格呢就預言沙地阿拉伯嘅國王呢法德啊將於本年呢七月逝世喎哇係呀有冇搞錯大佬呢幾省啲預言家真係好慘唔係嘛你唔死都嚇死呀真係真係唔死嚇死呀真係大家嚟試呀咁呢沙地呢會喺繼後兩年呢政局會極之唔穩定嘅哇咁好驚嘅如果信呢個係大件事呀真係但係呢最終呢有一位強人控制大局令到個國家就回歸回教咁樣咁另外他仲有咩呢佢話相信呢就哈格仲相信戴安娜喺未來數月之後將會邂逅一名法國嘅男士喎法國中衞的女人咁佢將會一直陪伴呢戴安娜嘅身旁但係兩人呢係唔會結婚嘅而且佢話呢法國兩位預言家呢亦同樣預測戴安娜呢都會再度呢就係拍拖咁並且有情人終成眷屬婚禮舉行地點會喺巴西或者法國添嘩大家貼佢呢就即係結婚咁樣好慘啊因為呢個另外有一小處呢就係你講完戴安娜之後呢就有啲話王儲啊多月物計將在雪梨橋畔購買豪居啊！嚇咁啊內容咧就係話佢因為佢咧好多時咧都去澳洲啊，去旅行啊，或者係造訪啊咁樣啦。咁佢咧呢度就話耗資600万澳元咧買咗一棟好靚嘅樓啊！咁啊諗住咧喺嗰度永久居留。但係嗰個係英國王儲嚟嘅喎，係點解會喺嗰邊咧？即係 suppose 咧，佢仲係會將會係繼位嘅，係啊，繼承王位咧，可能即係王位都唔要、啊，王位唔知啊，有可能個王位就英國領啦，喺澳洲做事，喺澳洲做事，即係咁樣，即係澳洲啲地價比較好啦，即係地產方面咧比較即係英國好啦，咁就可能會喺澳洲嗰度辦事啦。咁今朝早仲有咩提供先？今朝早差唔多啦，係嘛？差唔多啦，我覺得即係好個單可以填啦，絕對可以填啊個單係。好啦。探索啊，收風啦，係冇咩人慶祝㗎佢嘅生日，係好寂寞地度過㗎。而且暫時喺同事亦都冇咧，就係舉行任何嘅生日派對啦，同埋冇咩禮物咧係貢獻嘅，所以咧呢個生日好寂寞地度過㗎。
嘅探索同埋收工咧，證明咧已經係咧就係年齡咧介乎咧30歲以上嘅開始，就係咧就體型嘅黐肥啊，同埋腦筋開始咧緩慢啊咁樣啦，就係信佛啦開始啊，即係年紀大啊，隨緣啦，信佛啦。經過多方面嘅探索同埋收工咧。以我所知咧，嚟紧咧28号系我嘅生日嚟噶，大家留意咯。喺呢度预祝我1月28号生日快乐，唔好搞咁大。嗰日星期六嚟嘅，我应该唔喺香港啦。系咁啦，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我乜简直系 hard sell 啊 ，hard sell 自己生日。Soft sell。哎呀 ，soft sell。咁啊，相信一個文輝慶祝生日咧，慶祝咗2-3日啦，而家仲係慶祝緊嘅，暫時唔能夠係翻嚟現場咧主持節目嘅，等佢開心啊，開心啊，開心咧，等佢好高興緊，直係。好嘢，恭喜你，玩得高興啲喎，真係。今日1月2号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等，啊，好多谢大家投票啊，系啊，因为生日咧。依個人氣旺盛啊嘛，係咪啊？即係上個禮拜五啊，填到名曬音都有人投，即係令我即係咧黯然神傷嘅慚愧添啊！好多謝阿林公子送俾我嗰只歌，真係多得你唔少。好，跟住呢只歌叫做《94尾虎》，講垂直噶嘛，係啦，垂直晚去圍院，話要睇住94元，嗌到喉嚨村，企到腳仔都軟喎。话乜理想嘅咁肉酸嘅，不过真人似安德尊，唱歌要开枪声，啊就系得文文嘢，呢两句唔好咯，点会唱歌开枪太夸张咧？个张音啊紧张得滞啊，都系林张先生啦，搞到我乱咗章法添，唔紧要啊，今朝继续投我就好开心噶啦，拜拜。早晨早晨，哎好可惜啊，上个礼拜有首歌啊諗住赢硬啊，哎仅输一票就係争嗰一票，始终呢都係大家投啊，生日嘅牛一嘅牛一佬啊，牛佬呢首歌歌名叫做割肥佬，哎都係上个礼拜事啦，唔知佢搞咩呢，嗰日係10月30号啊，佢嗰晚究竟去边度蒲呢，有冇蛋糕同埋生日刀，佢去边度 happy 同埋跳舞呢，佢个仔究竟有几高，究竟佢系咩岁数？喂，再次恭喜你啊，割肥佬！你记住，唔好当我冇到。呢首歌系上个礼拜嘅生日歌嚟嘅，今日再度重温，有咩感觉你啊？94年咧，可以话得系感叹良多，获益不少啊！我依家咧再将呢一首歌系回顾94年嘅事情嘅，再唱一次俾大家听。新年快乐，95至尊，好嘢好嘢！哇咁快嘅，哎呀罗家拎好贵，情侣都好啱片，阿姐穿性感衣，哇睇到我傻痴痴，呢个文辉秀 VV， 祝你 happy 快乐多啲，我又唔争咁两对冇光仔，点算好先依家？好啦，咁啊，阿尼，系咁样嘅，真系得啦，几烦咧，阿尼，好，得啦，跟住你啦，咁嚟得咯，唱得边个唱先咧？你先，我先咧，我冇所谓啊，我孔融让梨让你先咧，系咪先？咁啊，我先咯，好啦，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二线歌手》啊，讲其他歌手嘅感受啊，的确几痛苦嘅嗰晚，预备咯，成班一齐唱噶，我哋系其他嘅歌手，大锤锤嗰晚真系拗晒头啊。其实呢就好想早啲走，因为一出场又俾啲观众诅咒，司仪仲叫你喺度拍手，我就闻到个龙头啊烧到好臭，究竟乜嘢系叫做二线歌手，我諗我哋真系忍够。好啦，二线歌手呢一首歌今日到阿尼你喇喎。我呢个呢系口痕友嘅角度望埋去嘅。口痕友。一路拗住脚一路喺度讲，或者阿伯踢波啲晚晚都系围院嗰度操波呢，听住啦吧。哇佢哋又做新年 show。唉，今晚我又冇播操啦。哇佢哋做乜咁鼓噪啊，唉原来学友冇到。哇佢哋又放火烧龙酥。我梗係拍手叫好。唉其实就唔做好过做。俾我口痕讲多两嘴啦。呢一句呢係专登唔押韵㗎。係啊係啊。好明显真係好明显。知道好多专登唔押韵啦都已经。好啦咁啊开始投票啦。电话号码1872903而家可以打电话嚟投票。咁电话你已经入晒先啦。准备好我哋嚟到播。飞出嚟呢投票预备1、2、3。95年嘅第一次究竟点样。蜘蛛人今次投边个票。好多谢你一票。蜘蛛人今次投边个票。孙小美投阿姐一票。好多谢你孙小美。蜘蛛人今次投边个票。
Jam 啊，哇，唔該曬啊，拜拜。呢個好有。支持金錢投邊個票？阿 Chan， 阿 Chan， 我記得你。支持金錢投邊個票？雍正皇帝投九王奪位，即係你咯。咁麻煩你真係，支持金錢投邊個票？阿 Chan 你投。阿卡少，阿即即阿金錢投邊個票？阿芝你太嚣张啦，阿莲。但我冇嚣张，系嚣张啫。我芝生金钱投边个票？芝生快乐，我投阿哥。阿哥系嘛？系啊，我听到应该。芝生金钱投边个票？跑马地。芝生金钱投边个票？两个啊。咁系林海峰啊。好多谢你，芝生金钱投边个票？梗系 Eric 啦。好啊，一比二咁。芝生金钱投边个票？学友。好嘅。芝生金钱投边个票？黄丹斯阿莲。阿莲，芝生金钱投边个票？投欧大头皮嘅林海峰。好啊，芝生金钱投边个票？早晨，阿 Ben， 阿 Ben 系嘛？阿 Ben， 阿 Ben 边个？阿 Ben 系佢，叫新主持系咪啊？哦，多谢你啊，九票啊，系啊，真系。好啦，讲讲呢个咧，就系今日咧五大首歌嘅比拼之后咧，究竟边首歌赢啦？首先我拣咧，徐小凤嗰首咧只系得四票啫，唔错啊。阿 Lee 你咧拣一首咧，几许风雨得五票啫，五票好啊。至于文仔有份拣咧，美丽的震荡咧，震荡嗰震荡冇力啊，七票啫。光仔拣绝对空虚，谂住今日朝早可以赢啊，十二票啫。唉，细估唔到啊，真系蟹池主持一般梦半醒嘅 Sandy 啊，梦查查得到二十票赢咗，恭喜晒你。好嘢好嘢。听日早咧，早上八点再见，新年快乐，一月。